欢迎来到河北邯郸，你素未蒙面的第二故乡。吃不吃哥就路边也要吃的带汤臭豆腐，吃不吃老万达后面酸酸甜甜的冷面，吃不吃邯郸街头酥脆咸香的酱香饼，吃不吃老丹兰周围香喷喷的糯米饭，吃不吃 CEO 相声大叔卖的鸡蛋灌饼，吃不吃学步桥小姐姐的手搓冰粉，吃不吃十一中门口的神农架小土豆，吃不吃自强市场旁吸满汤汁的玉莲豆腐，吃不吃爽朗大哥自己卤的酱香猪皮，吃不吃康德北门冰凉爽口的果凉皮，吃不吃国风门口5元一份的 Q 弹小蛋糕，吃不吃承载着小时候记忆的牛筋面，吃不吃邯郸正宗广东肠粉，吃不吃冰冰凉凉开胃的豌豆小凉鱼，吃不吃邯郸街头软糯焦香的烤苕皮，吃不吃邯郸9元一份分量超多的黏糊麻辣拌，吃不吃自强市场种类超多的凉菜，吃不吃复兴商贸城一份超多的盒饭，吃不吃小朋友和大学生都爱吃的炸鸡柳，吃不吃从小吃到大咸香酥脆的石头饼，吃不吃新世纪路边小哥哥卖的提拉米苏，喝不喝1元1袋的茉莉冰豆浆，邯郸，一座等了你3000年的城。